要我的天气白色的灯塔我等待你。卢小姐下面的十一号码头嘛，哦，这出来你穿好不好？你的新歌哦，哎呀，我的新歌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催泪，啊，我先介绍一下，这首歌是施国仁老师呢特别为我量身定做的，因为我是家人人，我爸爸、我阿公、我世世代代呢，其实拢是家尊人。哎呦，对，其实家尊人吼，你背头的迄种感情吼，我感觉是比一般人更加亲，嗯，对，更加感人，是是，所以这首歌曲呢，真的唱出了很多人哈的那种离别的心情，嗯，是。那希望大家会喜爱龙姐的新歌，好不好？十一头麦头，哇，谢谢，一定就好听，来，谢谢，谢谢。厉害厉害